请问师公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怎样立心，怎样立命，什么是绝学，什么是太平？阿弥陀佛。我们现在就在干这个事情。汉学就是中国传统的学术，从三皇五帝、文武周公一直到现在，清朝还像样子，民国没有，很可惜。所以现在五十年前讲汉学，大家都知道，今天讲汉学，没有人知道什么叫汉学。汉是代表中国，是中国人做学问，他有他自己一套的规矩。过去读书就是读这一套书，也分阶段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。小学是家学，多半利用祠堂，祠堂就是学校，祠堂讲小学。小学叫什么？叫做人的道理。小学里面叫的伦理道德，注重伦理道德，也就是说重视孝亲尊师，学这个。大概教学的内容，我们现在编的专门借题小学编了一套课本，我们有这套书，叫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念，这是他的功课。学会了，表演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受过教育，开口闭口爸爸妈妈，对爸爸妈妈一点恭敬心都没有，这是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教育，受过传统教育一定知道孝顺父母，弟子规一定要做到。中国人弟子规做不到不算中国人。尊重老师，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老师都要顶礼三拜，现在没有丛林，就是校长。学校里学的，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所遇到的，统统融化在日常生活。一看，这个人懂礼，学过汉学。有几个同学给我谈过，他们想做小学，好，非常难的，也是找老师，现在老师没有，学生不听话，尊师重道，没学过，师生的关系不知道，师生在一起生活，礼节不知道。你要把这个恢复起来，救中国。